好了，那么今天小狼也是给大家带来这个《赤影战士》的一命速通。那么其实《赤影战士》这款游戏呢，很多人管它叫这个水上魂斗罗啊。其实这款游戏打速通啊是非常有观赏性的。那么接下来呢，这个 FC 游戏呢也会做很多，包括之前的三木童子啊，这个还有这个你比如说像咱们可以做这个赤影战士的速通无伤等等类型的视频，都可以给大家做一下，而且呢都上手啊非常简单，基本上记住套路，记住位置啊，包括你的这个手法啊，基本上就是就最次也得让你一命通关嘛。所以说咱们可以看到第一关的这个小关底啊，就是这么一个山屯子啊，只要呢捉准了它什么时候会递粗柳子，然后马上呢跳过来，在空中控制方向落地呢，就可以形成对它的这个围杀。咱们可以看到呢，这个这个水上魂斗罗这款游戏，也就是赤影战士，叫水上魂斗罗。这款游戏呢，其实啊，这个血量呢，严格来讲并不是那么太重要，主要呢是可以放这个大必杀，然后呢用这个大必杀来形成这个秒杀，然后打这个速通。不过呢，其实有一些地方非常讨厌，比如说这个人可以推着你走，还有一点呢就是一些比较特殊的地图，然后你只能这个利用啊这个它系统自带的东西跟着走。好，咱们打出一个隐藏的这个武器，然后这个能不打的地方就不打。其实刚才还是可以节省一点时间的。这款游戏有的时候呢挨打之后呢，它并不是像那种啊有一定后仰，有的时候呢就是浑身一闪啊，就是到时候还能给自己形成一定的无敌时间。然后呢它这个雷啊，就是扔这个雷也是非常有用的。这个雷呢，比如说打这个第二小关底的这个 boss 啊，秒杀其实非常的屌爆。然后在这里再扔一下，一睁开眼睛刚想放子弹，然后呢扔一个这个炸弹之后呢连 A 两下，就是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啊这么一个情况。看起来简单，但是当你一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懵。一是比如说你操作的这个手法不太好，比如说跳来跳去啊，等等之类的。咱们看现在呢是2-1，传说中的这个第二关的第一小关。它这个往前跳啊，你可以看到呢，并不像一些其他的游戏，往前跳呢可能稍微慢一点。好的，被打中一点，这样的话呢就是浪费一点时间。不过呢，咱们毕竟呢不是这个 TAS 软件啊，小狼做的所有的视频都不是所谓的 TAS 软件形成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变态通关，都是利用这个手动啊，而且不带这个回档，不带这个利用这个什么这么把这个时间变成这个适合自己游戏的时间那种方式啊。当然这个就是纯靠自己的游戏经验。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其实也可以选择让它废血啊，不过无所谓。咱们可以看到啊，尽量这个一是打这个速通，二是打无伤。当然这个在无伤和速通的这个情况下呢，两个不能重合，基本上很多游戏都不能这么重合，除非那个游戏特别简单啊，就本身就是无伤然后再打速通。但是这个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你看刚才就是想要用一点速度，结果呢这个被打中一下，然后就是身上就往后仰一下，那样的话就浪费那么将近这个一秒钟的时间。好，咱们看现在再往前突，这个能不打的怪啊就不打啊，这个声音也是非常好听。看看现在这边一个垂直的这个升降梯，其实有的时候吧，这个我个人觉得 FC 游戏呢，它意思就在哪儿呢？意思就在于这个它的音乐也特别好听，而且呢这个就让你能唤出这个童年的这种感觉。好的，扔雷，这个地方啊就一顿扔手雷就可以啊，三个手雷直接把这个眼睛给炸掉啊，就是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情况啊。有很多人小的时候过去 A 他啊，那都是太嘚了啊，那太嘚了，只要用这个手雷炸就可以。当然这个以后呢，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做这个禁雷啊，禁用这个手雷然后通关。如果是禁用手雷通关的话，那就非常屌爆了。好了，这个3-1，速通呢讲究的一个字儿就是快，快乐男生就是你懂的。当然这个咱们第三关也是这个4分钟不到啊就直接通关。咱们看这个地方也是一路向西，直接就是一个神跳，然后这个时候呢可以扔一个手雷把上面的这个小兵给炸掉，然后呢再往上爬啊，再扔一个手雷。所以说有的时候，好的，这是有一个传说中的隐藏武器。其实这个有的时候啊，这个很多人分不清什么是忍龙，什么是这个赤影战士，分不清楚啊，基本上都跟这个忍者有关。但是呢小狼要说句什么，就是说这个忍龙是忍龙，赤影是赤影，两个呢稍微有点像。好了，这个地方放了一个大必杀，然后呢刻一下回身再扔一个雷。咱们可以看到这是通过无数次这个经验啊，这个战斗经验才获得了这么一个，对吧，这么一个东西。这个位置回身一跳先把那儿炸掉，然后回身再把这边的这个挡害的这个小兵给炸掉，然后回身再起跑，又是一个雷。好的，然后马上下跳往上跟，这样的话利用自己闪光的无敌时间
连续的起跳。好，这样的话来到了这个 boss 当中。这一关的 boss 呢，其实挺讨厌的啊，就是因为它有一定的无敌时间，连续的 A 两下之后呢，它就消失了，然后呢再从一个地方爬上来，然后再 A， 但是给人的感觉啊是比较讨厌。其实呢没啥讨厌的，跟精神病似的，这个 boss 跟傻子似的啊，就不知道这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你看，对吧？打一打就碎了，然后对自己连形成伤害的能力都没有啊，就这个事是最猥琐的。好的，连续打了四次，他就是浪费你时间，这个事儿是最赖的啊。就是好的，这样的话可以费血了，然后再 A， 这个地方基本上如果说有快速把对方秒杀的方式啊，那就好了，可惜就是没有，所以说这只能说是浪费你时间。打这一个 boss 啊，将近用了一分钟啊，应该说一分多钟啊，这个感觉。好了，连血两下，最后呢这个骷髅单刀战士啊，最终嗝屁，咱们可以看他右边胳膊是没有啊。好了，最后呢是一炸。基本上啊就是这么一个通关方式。你说这一关它有啥难的，我就想问一下这一关它有啥，就是它设计这个 boss 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啊，就完全理解不了。好了，这个第三关 clear， 然后第四关啊，音乐也是越来越激情。等它现在这个位置呢，基本上咱们就可以一直垂直向上爬，然后完全不用虚，有一个传说中的隐藏的闪光，躲开位置再往上跳。哎，咱们看看这一次啊，这个没怎么玩明白啊。当然这个手雷啊扔的确实是很有水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手雷为什么还会自己往上跳，这个就是啊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好了，扔一个垂直扔一个手雷往后炸，直接把后面两个兵给炸掉，然后回身一直往前冲，这个小风车啊很讨厌。好了，这一次你一定要小心这个炮台发的这个炮弹。好了， A 掉吃一下一个手雷，让他给人一种那个加满血啊，这个情况，然后呢在原地起跳落地一下。咱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其实啊有很多这个空间，但是由于就是没有踏子，没办法，只能这个隐忍啊，就是一直就是这个，如果说被打的话很郁闷。好了，刚才也是利用这个跳啊形成这个快速的移动。好了，被砸一下，刚才也是反跳一下弄出了一个非常郁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浪费点时间。咱们还垂直往下走，这也是浪费时间的情况啊，它就是有点这个电梯那种感觉啊，反向行走。好了，上面是有隐藏的东西，往下走，躲过这个怪物，然后马上呢利用跳啊躲过这个刚才的这个电梯。这个地方呢其实如果说费血的话呢就是费血的打法，如果不费血你就不费血，咱们这个都有情况。反正呢这个打进血的时候呢也会告诉你怎么才能就是不费血进血的情况下去做。连续的两个手雷三个手雷把这个炸掉，然后呢吃一个传说中的物品，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就确实浪费时间。不过呢这个你只要忍一点啊无所谓的，再往这边拉，然后呢蹲起来一个手雷，吃完这个武器，然后再往这边走，然后垂直向上，然后再往上爬，这样的话就可以绕过这个人物啊，就是非常节省这个时间。好了，一个垂直的大电梯就准备升天啊。当然这个咱们可以看到呢，这个赤影战士啊他最赖的一个地方就是还有他可以选两个不同的人物，这个很多人可能都忘了这个事儿了。咱们看现在这个地方要蓄力大必杀。好的，一个垂直大雷啊，然后咱们看变成这个飞鹰，然后直接连续的这个手雷，就是一顿有节奏的手雷炸。但是咱们看一下这个鹰现在已经灰色，然后呢勾引他过来，回身再 A， 最后一点血很可惜啊没有给他秒杀掉。等下现在刚才扔雷的这个节奏啊，如果扔得准确点的话呢，基本上刚才第一顿的这个刀啊就能给他砍死。然后咱们可以看到这个游戏还是比较公平的啊，这你看你这个血量是浪费了，但是呢你过一关之后呢他是给你加一点，但是只仅仅是加一点，他就像三国战记似的，你得吃那个补才可以。好了，第五关的第一关。好，音乐也是越来越这个越激烈啊，怎么就那激烈都谈不上，就感觉有点赖劲啊，这个越往后啊这听这个音乐就感觉这个关肯定很难的样子。好了，前跳过来直接往上爬，这个一定要这个速度快啊，珍惜时间。好了，躲开这个自爆手雷，又是被空中这个传说中的这个掉下来这个激光给砸到一下。咱们看这个小蜘蛛就是一个钻裆就可以再往前跳。这个位置呢其实它这个雷啊你只需要勾引就可以。好的，又是没有第一时间跳出去，勾引一下，然后躲开激光，连续的往下走，然后垂直。咱们看现在
这个屏幕有点跟不上咱们的这个人物了啊，这种感觉。再前跳过来，这个怪物要 A 死，因为它放出来这个攻击啊，确实有点讨厌。躲开一下，然后前跳过来，回身再打破一个宝物，然后呢，这个要给一个雷炸掉啊。就这种兵呢啊，就有点抡环的这种兵，确实很讨厌。躲开一个位置，好的，吃一分，然后呢，再往后拉。就是这个传说中手雷啊，这个吃手雷就非常猥琐。然后现在这个连续的往这边走，然后这些怪能不打就不打。你看咱们底下这个非常龟啊，拿个盾牌给他一直蹲着，然后咔咔就一顿就小刀片给他续。这个位置呢跟速通咱们就没什么太大关系。好了，换成了一个小链，趁他攻击的时候呢，他是可以被波动受到攻击伤害，然后一直从右边走。垂直往上爬，这个地方跟速通就没有关系了，因为他这个时间呢，你不管你怎么掌握啊，都是这个时间，你不可能说你一直往上跳就能跳上去。好，看现在啊，这个兵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站在中间，他垂直往上撇这个棍子呢，撇这个小激光棍子是扎不到你的。好的，看现在一直往上爬，就是在等，这个就是纯浪费时间的感觉啊。就小的时候很多人经常就做什么事呢，很多人就想把这些兵全打死，其实打死也并不是不可以，不过打死也没有用啊，就是情况就是什么，你想打无伤你最好不要去招惹他，你想打速通你更不要去招惹他。当然这个你像这个咱们这次可以去往上快速的爬也无所谓，可以看到这个血量也是比较少，一直往上爬。好了，咱们可以看到爬到最后这个声音停止了，而且还有一个咱是怪物呼吸的声音还是机器呼吸的声音咱们不管，反正呢就是最后的这个关底，咱们可以看到啊，最后的关底就跟傻逼似的啊，这个我就不说大家都懂。咱们可以看到两条龙是雕像，咱们看一个老头披一个披风，然后起跳过来变成一个大忍者，一个雷躲开位置，再一个雷，再一个雷，连续的 A， 你看啊，这个 boss 扔过来是垂直有这个三个风啊，张三风啊，然后这三个风的落地呢是可以打你，但是你可以躲开位置。好的，这边连续的说多次攻击，咱们可以看到啊，普通攻击加链子，然后呢再躲开一下跳过来，等他起跳也是类似于一个钻裆，就是他表面上看起来是有打你的这个机会，但其实是没有的。但是他优点就是血多，跳起来再躲开位置，然后马上等他撇完这个激光之后再跳，这个位置他扔完激光往前冲，然后想 A 一下，然后一个大旋风，然后再起跳。现在变红了之后呢，是变得非常猛，但是也就这么回事啊。所以说今天的视频呢，咱们到这里呢就结束了。咱们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支持，下期再见。